驻颜有术五妙招。一、每天使用一种叫做碧螺纸的松树皮萃取物，可以把太阳光对皮肤的侵袭降低 50%。 二、自然最美，和不染发的男人相比，染发的男人罹患淋巴瘤的风险会多出 50%-70%。三、使用含有抗老化剂的保湿面膜，可以在6个月的时间里有效抵抗29%的皮肤皱纹。四、使用防晒系数 SIS15 的防晒霜，你可以把阳光造成的伤害降低85%。五、如果紫外线会引起你皮肤过敏，多吃鱼可能有效缓解瘙痒和炎症。